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节目呢是在去年发生了一个人与动物与自然，人与动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一次大象的旅行啊，所以这次的节目从舞台上还有从我们整个的表演上面是非常非常新奇的一个节目。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身攻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小吉，帮棉。小吉，帮棉，快把我递给大张伟。